请教学姐，之前有一条新闻就曾经点名说，国民党的那个副手人选可能要是女性，有国际观，英文好，要有留美经验。那时候那个媒体点名是点名李桂敏委员，但是其实政坛更多人盛传是那个学姐。那想问一下，就是说也愿意扛起这个重责大任吗？谢谢。不管你刚刚说李桂敏或是柯志恩，都是政大毕业的 ，OK？ 好，做政大出人才，但这个问题不太可能发生。我这样立刻回答你不会发生的缘故，就即使我被征询也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一生学名在高雄，好不好？我们先进市政府，再进总统府 ，OK？ 所以，修友会在隔壁开会，对不对？应该去跟他打个招呼。